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5面第三行啊，第三行。从慈下明忙里偷闲，精进念佛，从这里看起啊。敬重法门。修学最重要的就是念佛啊，所以三辈往生都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在这一品往生正因里面也没有例外的啊，这个一心称念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一品幕后这一段是说，工作非常繁忙之人没有时间念佛，只有忙里偷闲啊，但是要精进啊。这一句里头着重就是在精进。思维说记欲得度脱，即是深思熟记，我们通常讲深思熟虑啊，跟这个意思相同，于脱生死啊。这一句实在是修仙人最关紧要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希望了生死出三界啊，对于六道轮回也真的没有贪念了啊，不再牵挂了，这种心态啊往生很容易啊，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凡是念佛人而不能往生的，就是这一句的问题。他对这个世间有留恋啊，舍不得放下。念佛念得再好啊，甚至也发大乘心啊，修六波罗蜜，修普贤十愿啊，最后到人间天上享福去了。啊，功德跟福德也在一念之间。一念出世的念头，这个心，你所修的全叫功德。不想出世，还想在六道里面轮回，那就都变成福德了，啊，就不叫做功德了，啊，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就在此地。四相上看不出来，啊，同样的用心不一样，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念念求生净土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啊，我们所修学的一切都是功德，啊，都是帮助我们往生，提高往生的品位。是愿与往生，啊，学会求进，这个绘图就是娑婆世界，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啊，求尽呢，就是求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建造的这个国度。啊，这些道理我们在前面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啊，佛在经上讲的，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它绝对不是假的。啊，那是功德自然的成就。啊，以一切功德回向往生，啊，断恶修善，改邪归正，都是功德。没有一样不是求生净土的，啊，决定不做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啊，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决定不能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啊，我还要在这里求名利。那就错了啊！确确实实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彻底放下啊！念念呢，都是求生极乐世界啊！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就。啊，因为极乐世界修学功夫啊，不会间断。啊，那个世界里面的人，身体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我们这个身体是血肉之躯。是很容易消失的啊！这是阿赖耶的相分呐、啊，而极乐世界得的身体不是的啊，他已经完全摆脱阿赖耶。纯真无妄啊，叫法性身呐、啊。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所以它真常不变，道理在此地。啊，法性身不需要饮食。啊，营养从哪里来呢？是自性里面的功德。不需要外面的啊，所以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娑婆世界的五盖啊，财色名食睡啊，也叫做五欲，在极乐世界都用不着了。啊，那个地方没有啊。啊，世尊在这一会里面啊，无量寿这一会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理事都讲得圆满。啊，让我们读了之后听了之后身心不一样啊，这样才生起真心切愿啊，只求极乐世界，其他的一概不放在心上啊。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净土，老师常常劝勉我换心啊，换什么心？我们现在的心里面的妄念很多，染污很多，通通把它放下，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好啊，啊，那你念念呢跟佛都相应啊，古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啊，真正修净土，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应该这个说法，这就对了啊。那么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再计较，不再分别啊，万事万物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我们的这个求生呢就得到保障了啊，真的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昼夜常念阿弥陀佛清净国土，乃一佛念佛往生正行也啊。我们心里头有佛，日夜不间断啊，口里面有佛，最好也能做到日夜不间断啊。如果不能，像前面讲了，工作太繁忙了，没有时间念佛，心里有啊，你是阿弥陀佛的心到这边来干活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利益当中最大的利益是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身行，一个是言教啊。我们要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我们真的做到了啊，真正落实了啊，让社会大众人都看到了啊，看到他生欢喜心的啊。佛经上讲的所讲的，你真做到了啊，十善要做到，六合要做到，三学要做到，六度要做到，普贤十愿要做到，因为这个法门得尊普贤啊。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修普贤法门啊。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普贤菩萨啊，我们都做到才行啊，做不到不行啊，做不到不能往生啊。啊，真正做到了，无论什么人看见你，连妖魔鬼怪看见你都赞叹你啊，都称你做好人你在菩提道上没有障碍啊，冤亲债主不会找你麻烦啊。啊，为什么？你真干，你真修，
你成就了，他得利益了。冤亲债主跟我们有缘呐、我们成就了，首先会度他们，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他们跟我们有缘。啊，他知道你有成就，他生欢喜心，不障碍你了。你修假的，不修真的，他就来找你麻烦。啊，又何况真正修行人，就得到佛力加持，就得到龙天善神呢赞叹，拥护你。啊，都在自己要救。啊，我们做出来，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先做出样子给人看，然后再教人，然后人家向你请教，啊，你怎么修的？啊，来向你请教，你就可以讲解给他听，啊，他也欢喜听，听明白了，他就真走。啊，佛戒引众生，度化众生，是用这种方法。啊，今天佛法衰了，衰在哪里呢？能说不能行。说得很好，做的是另外一套，被人看穿了，是一文不值，人家不相信你了。啊，所以一定是先是身行，然后是后教。啊，你没有做到，你不能取信于别人。啊，别人对你生不起信心。啊，世间法也不例外。啊，儒家也着重先行其言。啊，我把我所讲的老早就做到了。啊，这是真正的教化众生。啊，相续十日十夜，一般行人所需之功恨也。这个方法好啊，你没有时间吗？你找假日，一年当中啊，找一个长假，能够有十天十夜念佛。啊，一年有这么一次两次，好。啊，平常没有时间念佛。用假期啊，后面说一日一夜，乃多善根者所需之功恨也。啊，十日十夜呢，是一般行人所需的功恨。啊，一日一夜什么特别忙啊？忙着做好事，做好事得有缘分。啊，什么是好事？利益众生的是好事，帮助众生解除困难的是好事。啊，有这个缘分遇到了。尽心尽力去做，这个功德很大了。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啊，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我们遇不到，遇不到，不要去找。啊，去找就错了，那叫攀缘。啊，遇到了我们去做叫随缘，随缘你的心是定的，啊，攀缘这个心不好，啊，那个心是乱的。啊，有缘不能说不做，不做，那你那个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见机行事啊，啊，缘有障碍，这个障碍可以突破，我们要做；不能突破就不做了，可以。啊，工作实在繁忙，找一天一夜，啊，常常能想到一个月。找一天一比较容易啊，那一个月修一次，一年十二次，哎，也是十日十夜了。啊，念佛的方法要用印光大师的办法。啊，印光大师是中国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啊，那么他所教的当然最适合现在人的根性啊，他念佛不用念咒啊，念佛最重要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的，这是最高指导原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功夫就得力了。那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我们没有办法摄心啊，妄念太多了，收摄不住啊。这样念的话，功夫不得了了。啊，印祖教给我们摄心的方法，啊，佛号从心中升起，从口里头念出，念得清清楚楚。啊，不要念快，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念慢一点，念得很清楚，每个字都清楚。耳朵听，听自己念的这个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啊，还有一个记得清清楚楚，我这一句是第几声佛号，那记呢不要用数字，只用心去记，记得清楚，只记第一句到第十句啊，到了十句了再从第一句到十句，念多少别管它啊，就是这十句，我这一声佛号是十句里头的第几句啊，你试试看，很摄心。为什么呢？一有妄念来的时候就错了，错了就不算，从头再念。啊，一般人大概念个一个星期就不会错了。嗯，就妄念就进不去了。啊，如果妄念太多的人，印祖教给我，你把这个十句分作两段，
啊，第一段一道无，第二段不能又是一道无，那一道无了就不叫生念了，那是五念了。啊，第二段是六到十，啊，清清楚楚。啊，实在讲，心定下来，专念不困难。啊，如果五句都念不下来，都会有杂念，啊，你就用三三四，啊，你就这个技法，啊，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用这个方法，啊，慢慢成熟之后啊，可以从一到十。都清楚啊，不要几多，不要二十三十啊，那个就难了啊，只记一到十啊，有时间就念，出声念可以，大声小声都可以，不出声也可以啊，人很多的时候不方便啊，我心里头默念，心里头默念的时候一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三个清楚啊！你就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北京徐小林就这个胡小林就是告诉我，他用这个方法用了四个月，一百多天。每一天念四个小时，念到法喜充满。从前念佛杂念很多，所以感到很苦恼，啊，妄念那么多。用这个方法之后啊，妄念就少了，啊，几乎没有妄念了，啊，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容易实现。啊，开头几天是困难一点，生疏不熟嘛。啊，念上个三天五天，哎，就会上轨道了，很快很容易上轨道。啊，叫一向专念的，啊，这句话非常重要。说，但随其善根。于十日夜乃至一日夜能不断绝的，重要的就是不断绝啊！一天一夜佛号不断，十天十夜佛号不断，命中皆得往生啊！啊，故云这经上的话，寿终皆得往生其苦啊，那么这是第三类正因的行人啊。这一段佛说了这个三类的，第一类是大凡夫，第二类是小凡夫，第三类是恶凡夫啊，造作恶业的这凡夫统统都能往生啊，真的善导大师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三倍九品总在于缘不同，我们今天遇的缘太殊胜了比过去三千年的人殊胜多了，为什么？过去三千年
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讲很多次啊，在中国《无量寿经》的翻译，从汉朝到宋朝800年间，曾经翻译过12次，12种不同的版本。啊，年代久了，有7种版本失传了。啊，我们在《大藏经》目录上看到有，但是书没有了。啊，《大藏经》里面只有5种。啊，12种只剩下5种。啊，说明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啊，其他的经释迦牟尼佛只讲一次，没有讲过第二次的，唯独这个经讲这么多遍。啊，但是这么多遍，这么多部，这么多的这个经本，每一次讲的并不完全相同。啊，所以你要每一个版本都去念，浪费时间，也很辛苦。啊，因此汇集就变成特别需要了。啊，从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汇集，啊，叫《大阿弥陀经》。啊，乾隆大藏经里面收进去了。啊，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苏超所引用的《无量寿经》，几乎70%都是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龙书居士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汇，他没见到，所以他的汇集只有4种。啊，可是《大宝积经》这一汇里面的无量寿啊，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其他4种本子上没有。啊，这汇集就不足不完美了。啊，魏默生做第二次汇集。啊，这个汇集本现在有。啊，夏莲居早年就是把这个魏默生的这个汇集本重新整理，啊，他做的这个工作，重新整理觉得也有困难，也不方便。啊，干脆重新做一次汇集，就是这个本。啊，那么他重新整理魏默生的本子，这个本子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啊，这是最早的37品。现在这个本子里头分的是48品。啊，我们能够看到啊，夏老的用心呢。啊，所以这个本子值得做纪念。啊，那么这个本子经过14次修订，啊，成为定本，流传下来了。啊，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给这一部经做了注解，做注解是奉老师之命。啊，真的是得三宝加持啊！啊，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这个注解做成功了。啊，当年我在美国讲经，他到美国去访问，
期限是一个月，我们的缘在美国结的。啊，他这个注解刚刚做出来，带了一套到美国，啊，四册油印的本子。啊，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清楚啊，啊，蜡纸油印，最多只能够印100张，100张以后蜡纸就不能用了，所以它流通的那个本子，我估计顶多120部，啊，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我跟他用电话联络，你有没有版权？啊，那有版权了就算了，那就不谈了。要没有版权呢，我拿到台湾去翻译。啊，他回答我的时候没有版权，欢迎翻译。啊，所以第一次在台湾就印了10000本，啊，精装10000本。现在这个注解的流通量太大太大了。啊，我们相信的时候不止100万册了，啊，在外面流通的，啊，全世界流通，啊，所以这一次，我想一想，我们这个缘无比殊胜呐，啊，这一本是世尊所说无量寿经，啊，就是讲介绍无量寿的。集大成啊，啊，每一本里面重要的意思全收集在这本里头，看这一本就等于看了5种原译本，啊，省多少事情啊！念老的注解，也走这个路子啊！你看他引用的、引证的这些经论。啊，注解一共193种。啊，看他这个注解，等于看了古大德对《无量寿经》的讲解，193种啊，都是属于集大成呐。啊，夏老师集5种原译本的大成，黄念老师集。100多种啊，祖师大德注解的大乘，给我们带来的多大的方便！啊，真正要发心，永远摆脱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一切佛法，我们只要这一部注解、这部经、这部注解就行了，啊，其他都可以不必了。啊，那些东西要不要学呢？要学，怎么学法呢？到极乐世界再学，现在别学，现在学耽误时间，啊，又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现在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极乐世界去，决定得生。啊，到极乐世界，头一个得的好处，无量寿啊！啊，第二个好处的是，那个地方老师是十方诸佛，同学是等觉菩萨，你怎么会不成就呢？那个地方社会安定啊，没有动乱，没有像地球这样的灾变啊，那地方全没有，真正是福地呀。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变法界虚空界第一大福报的人，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啊，啊，你在那里成就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福报到极乐世界，
你就成就，就得到了。啊，圆满的智慧，那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天天听阿弥陀佛教诲。啊，你不但能听到阿弥陀佛，你可以听十方一切诸佛的教诲。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人有分身的能力。啊，佛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分身就是分身到每一个佛世界听佛讲经，听佛说法。啊，你去拜佛供佛是修福，你听经闻法是修慧。这样殊胜的机缘，除了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你都找不到啊！只有这一家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不能放弃，一定要牢牢地把它抓住啊！这个世界再好，你寿命有限。你能享受几年？这个要觉悟啊！啊，纵然有这个福报，也应当把它舍弃。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人家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做国王。啊，人间的福报他具足了，啊，人家放弃了，不要了，啊，19岁他就觉悟了，就把他舍掉了，啊，广学多闻好啊，啊，这知识分子心目当中啊。所需求的啊，19岁出去求学啊，到30岁，我们今天讲啊，毕业了，没地方再学了啊，学了12年，怎么样呢？放下了啊，这一放下才大彻大悟啊，所以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知障，2障破了，啊，这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那我们还需要学吗？不需要了。啊，莲池大师觉悟了。说了2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3藏12部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想悟，你们去悟去。84000行，饶于他人行，放下了，也就是说，84000行门放下了。啊，无量的解门放下了，只要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因为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在世，《无量寿经》没有好版本，所以中国净土宗自古以来都是以《阿弥陀经》为标准。啊，今天这个本子是最完备的本子，我们有缘遇到。啊，那么将来末法时期，9000年当中，所有一切得度的、成就的，都靠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
到释迦牟尼佛法在这个世间灭尽了，他最后面，他最后还留在世间100年。100年灭完之后，就剩下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佛号的人，就有福报。肯念这句佛报的人，发心往生都能得生。这法门太大了。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解门，一切心门，我们通通摆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再学。现在暂时放下。现在要学的时候，就惹了很多麻烦，怕往生造成障碍。此第三类正因之行人，其功德逊于前之二种者，比前面的两种差，也就是功德不如前面两种，但是都能往生啊。下是底下这一段，这四行经文。名种种往生之人，因行过异，但生彼过异呢，习识大乘，咸通一类。这段经文重要啊！往生的人，遍法界虚空界。个人的因行不一样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大乘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48愿加持，借作阿惟越之菩萨了，那就变成一类了。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超过十法界。十法界里头有佛菩萨。超过了。我们看幕后这段经文。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致，戒具金色32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啊，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这个幕后这一行也一行半呢，是说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行菩萨道，表诸往生者皆是大乘也。只要是发心求生净土，是真正行菩萨道为什么呢？只有菩萨能成佛声闻缘觉成不了佛只有菩萨能成佛
发心求往生极乐世界，求亲近阿弥陀佛的，那全叫菩萨。啊，这是我们知道啊。而实际上，我们连声闻缘就不如啊，跟他相比差太多了。啊，可是我们今天发一念心可了不起。啊，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一愿就超过阿罗汉，超过辟支佛，太多太多了。啊，下以下向下的经文，述因心之果，因虽牵差了，其果亦未。啊，我们这个修因不相同啊，但是这的果报是一样的啊，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这一点一定深信不疑啊，是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啊。临终的时候你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啊，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真的往生了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决定不跟他去，你再等阿弥陀佛一定来啊。妖魔鬼怪能现种种佛菩萨的境界，但是他不能现本尊。我们念念呢，只希望弥陀来接引，弥陀是我们的本尊啊，他不敢变现本尊，他会变佛，别的佛，变药师佛，变释迦牟尼佛，你都不能跟他去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决定是见阿弥陀佛。到那个时候，你心里很清楚，你认识，不会认错。啊，大乘贤人寿终生彼。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尽，寿命到了。啊，这个时候，往生的缘成熟。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悉皆得阿惟越知。这是四十八愿里的第二十愿。啊，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知。这就平等了啊。阿惟越知是什么意思呢？不退转啊，不退转三种，三种不退转你统统得到了。第一个是位不退啊，位不退小乘就真得了啊，阿罗汉辟支佛位不退，不会退转到凡夫。第二种是行不退啊，行不退就是菩萨了啊，他绝对不会退到二乘。那么换句话说，阿罗汉跟辟支佛行会退，度众生太难了，他就不度了啊，这么难度算了，我不度你了，这就叫行退了啊。真正菩萨的时候难度也要度，也不会退心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众生，他绝不会退转的啊。所以第二种菩萨不退也啊。第三种念不退，念不退是化身菩萨
啊，他的念就一个方向，无上菩提。这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啊，萨婆若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一切种子。啊，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他没有别的念头。啊，也就是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啊，他什么都不求，就求这个。啊，萨婆若海就是无上菩提。这三种不退你都得到了。啊，那么最后的一种呢，就是阿惟越支菩萨。这个太难得了。啊，阿惟越支，我们中国普通人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阿惟越支。那这就有成佛了嘛，见性成佛嘛。啊，所以阿惟越支在华严经上是原教初住以上。啊，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都叫阿惟越支菩萨。啊，他们住在哪里？住一真法界，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那么极乐世界有方便有余土，有凡尘同居土，真有。啊，可是这里面的人的享受呢，通通是阿惟越支菩萨的待遇，这个可不可思议了。啊，凡圣同居土也得到了阿惟越支的待遇。啊，也就是说，虽然你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道理，等于啊，华严原教初住的菩萨，这是怎么回事情？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这福报啊！啊，阿弥陀佛给你的。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那修行呢？这个精进早晚不一样。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都在极乐世界，无明烦恼断了，你就是真的阿惟越支菩萨了。啊，那是你自己功夫证得的，啊，没证得的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啊，圆满的福报啊，太稀有了。自己要修成这个层次的话，要费多少时间呢？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然后才真正了解这个法门殊胜、方便、快速啊，叫横超啊，它不是输出啊！啊，从娑婆世界人道，不必通过28层天。不必通过四圣法界，就成了阿惟越支菩萨。那其他菩萨修行，他必须要通过28层天，要通过四圣法界，啊，最后把这个无始无明放下，
啊，就是起心动念放下，啊，这才能脱离十法界，证得阿惟越之菩萨。啊，阿惟越之菩萨不在十法界。这个道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你知道了，你会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啊，这个世界再不受诱惑了。啊，人间过往，这天王我都不要啊。啊，色界天王。摩西受罗天呐，这是六道里的最高的了，佛王最大的了。啊，同理三千大千世界，啊，大梵天王，色界天，这个无是色界天，啊，色界出产大梵天王。摩西首罗是四，这个是第四禅，四禅天王，啊，四空天里头没有天王，啊，这叫佛宝最大的，啊，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那个佛宝要是对比的话，摩西首罗天王比不上下品下生。啊，你才知道这个净土的殊胜。啊，最难得的是到极乐世界，闻法修学不间断，你一生圆满成佛。啊，世法里面修到初禅定。修到四禅天不简单呐！啊，做四禅天的天主，啊，佛宝大，没有智慧啊！虽然常常离情，诸佛菩萨到天宫里去讲经，有中断的时候，不是不中断。极乐世界弥陀讲堂不中断啊，这一比你就清楚了，就明白了，不比不知道啊。啊，我们想早一天成佛，想早一天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只有到极乐世界去啊，下面说，并习戒止净色身，具足三十二种大丈夫相，不但身色如佛，且戒当作佛也。他本来是佛，他当然在里面成佛了。啊，紫金色身前面说过了。啊，这句话是形容。啊，紫金是最贵重的，紫磨真金色身呐、啊。啊，是相永恒不变。啊，为什么这个世间七宝？把金摆在地啊，金不会被氧化。你看，银啊、铜、铁、锡都会被氧化，唯有金不会被氧化，所以金的颜色不会变。啊，银氧化就变成黑色了，你必须要把它磨掉，
啊，白银才能现钱，但是黄金不会。啊，这个表示什么？金身色的是，这个金色身就比喻佛的这个身，永远不会变。这叫真金色身，啊，取这个意思。啊，三十二相，这是世尊的方便说。古印度人啊，认为人间大福报的人，他有三十二种佛相。我们中国相书看相的也有嘛，佛相嘛。那三十二种佛相啊，释迦牟尼佛通通具足，一个都不缺。啊，佛示现在这个世间有这个相好圆满的，还有一个转轮圣王出现在世间也有三十二相。啊，但是佛的三十二相清楚，很明显，轮王的三十二相比较模糊一点，啊，是具足，没佛那么清楚。啊，是佛的方便说。啊，真的说呢，真的说，《观无量寿佛经》里头有讲到，啊，佛在《观经》上讲，阿弥陀佛的身相，不是三十二相。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啊，那我们就明了了。实际上，阿弥陀佛的身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真的。啊，那么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到达极乐世界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这是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读到的。为什么要相同？啊，佛知道，在因地的时候知道，因为相貌不同，引起众生的烦恼。相貌好的就骄傲、骄慢。相貌不好的就产生自卑感，啊，这是带给人的烦恼吗？啊，所以阿弥陀佛不希望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的时候会有这种烦恼起现行，相貌完全相同。啊，他这一愿成就了，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是化身。啊，不是胎生的，是化身，变化身。啊，不是说从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从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他没有变化，一到那里去，现的身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每个人都一样。会不会找认错人呢？不会。啊，绝对不会认错人。啊，那个时候你这个头脑的时候，电脑不如啊，比不上啊，啊，所以是一个都不会认错，啊，不但不会认错，啊，到那边的时候，你的三明六通都圆满，啊，极乐世界是报得的呀，升到那个地方呢。这个能力就有了，也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你自己知道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寻命通都知道。那别的人生生世世你也知道，他心通。
啊，全都明白了，好事情。啊，为什么呢？到最初啊，追到最原始啊，都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确确实实，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包括诸佛如来，跟自己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就像华严观上说的，啊，自信清净圆明体里面流出来的虚空法界，万事万物，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都是自信清净圆明体所流出来的，啊，这个时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啊，这是自信的心得。那这底下一句要说明，诸往生者愿于何方作佛，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啊，这些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愿于何方作佛，他还有愿吗？他要愿，有愿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所以这个愿字要讲清楚，要不然就会引起怀疑。这个愿呢，不是往生人这个愿，是诸往生者有缘众生的愿。那诸往生的人会不会到十方世界现身？不会呀。十方世界有感，他自然有因。那什么人有感呢？这个往生的人，他的有缘众生跟他有感应大交。那他有感的时候，他自然就有缘。啊，所以楞严经上的话讲得清楚，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用楞严经上解释这句话就正确了，你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叫真平等呐！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啊？啊，就真平等啊，真清净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啊，到西方就证得清净平等觉啊。十方世界众生有感，你就会有因啊。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他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射台啊。我们的肉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它是有波动的，这个波动速度很快啊，什么这个电光电池光的时候都比不上。这个物质它这个波动立刻就变法界虚空界，还原观上也是讲这个道理啊，科学家证明了。还原观上讲三种周边呢，啊，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啊，这是说我们物质现象还有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思想，我们的念头，念头才动也是周边法界啊。所以
没有比这个速度更大了。这才动，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了。那这就是感啊。那印呢？畜生无尽就是印。啊，每一个波动都有回应。啊，没有一个波动是发出去没有回应的，没有，都有回应。我们这个身体同时也是一个接收台，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他们发射给我们都收到了。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成了障碍，那这个机器不灵光了。啊！可是我们发射出去，人家那个机器灵光啊，他收到啊。我们能发出去，也收到，收到时自己没感觉，就麻木不仁，是这种状态。啊，我们如果把清净心恢复了，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我们这个接受的能力就强了，就恢复了。如果到不起心不动念，跟诸佛如来一样，啊，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波动的时候，我们全收到。与我们有缘的，自然就有因。啊，随众生心因所质量，这问题解决了。啊，愿与何方作福？这个愿是我有缘众生的愿，他们想佛来度他，哎，自然就现佛身去度他，啊，像普门品上讲的三十二应，他求菩萨来度他，那就现菩萨身度他，啊，不但能现有情身，还能现无情身。神通真的是广大了，那普度一切众生呢？啊，这个能力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厉害啊！你刚刚到极乐世界，啊，还是凡圣同居土，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变法界、虚空界这些有缘众生，跟你有缘众生，他的信息发给你，你就能感应，你就能应他。啊，换一句话说，你就能帮助他，无论他在哪一道。这个真真是十方世界没有的事情，十方世界必须你自己真正证得阿惟越智，你才有这个能力。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超越十法界，啊，升到如来的十宝图，你才会有能力。啊，但是极乐世界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方便土就是二乘住的声闻缘觉，他们的居住修行的地方，啊，凡圣同居土是一品烦恼都没断，啊，见思烦恼都没断，他们住的地方，但是到极乐世界，通通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换一句话说，怎么加持这个？怕大家不好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变成你自己的四十八愿，这个你就好懂。阿弥陀佛把四十八愿送给你了，你就有了，你就管用了。啊，不但送给你的时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经过五戒修行的，所以他的功德大了。
我们发愿很容易，发愿没修啊，那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阿弥陀佛的愿是真的，无界修行完全兑现了，这个加持你，你马上就起作用。啊，你所起的作用跟佛的作用没什么两样。因此，十方诸佛才赞叹阿弥陀佛，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不是随便称呼的呀！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在经上只看到阿弥陀佛一个，没有其他的佛是这种称呼啊！啊，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地方还能不去吗？那你要是不发心去，你是糊涂到所以然处了。啊，遍法界、虚空界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啊！而且我们这遇到就有缘去啊，啊，也就是具足的条件呢。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是什么呢？能信、能理解是善根。那什么是福德呢？我真信，我真想去，就是福德。啊，缘是遇到了，啊，不遇到这个经，不遇到这个注解，没搞清楚啊，半信半疑，那、啊、那就未必能成就啊。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一条路，啊，就是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直接到极乐世界，啊，见阿弥陀佛，感恩呐、啊，啊，同居图里面有阿惟越致的待遇，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我们的感恩呐、啊。啊，怎么报答呢？阿弥陀佛对我们什么需求都没有，啊，我们好好的听话，好好的修行，啊，把烦恼习气统统断掉，这就是报佛恩，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唯一的一个期望，啊，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不知道这个法门之可贵也。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非去不可啊！什么力量也拦不住你。啊，所以从心所愿。这个从心所愿，意思很深，意思双关的。啊，第一个是从自己的心愿，是没成佛之前，现在我们发心，我们不是发了愿吗？大家都发过这个愿了，不，这愿不是真的，有口无心，说说而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大家都说说，说说而已，不是真的呀。可是到了极乐世界是变成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啊。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愿，所以众生的信息我们收到之后才有反应啊，没有这个愿就没有反应了，有这个愿他就有反应了啊，就有回应了。那么第二重的意思就是
跟我们有缘众生他的缘。啊，他愿意什么身得度，我们的反应就是如他所愿。啊，因为阿惟越致菩萨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完全是应众生有感，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回应一定是随众生，啊，满足他的愿望，啊，随心应量啊，啊，《楞严经》上佛说的。啊，这个乃至于作佛行，啊，以佛身得度去作佛，啊，像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实在讲，早就成佛了，他住在常寂光里头，他早就回归自信了，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跟他有缘。啊，我们的信息发出去，他收到了。啊，他自自然然就现身到这儿说法。啊，古印度这个地区希望有佛出世，他就以佛身出现。啊，在中国这个地区，中国人没有佛的这个概念，他有圣贤的概念，所以在中国就以圣贤身出现于世。啊，慧能大师在中国世间法说他是圣贤，在佛法说呢，他是比丘僧，应以比丘僧而度的得度者，即现比丘僧而为说法。啊，《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啊，无一不是随心应量啊！啊，说明阿惟越致菩萨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妙就妙在这里啊！啊，《还原观》上讲的四德，第一条，随缘妙用。啊，随缘是现身说法了，妙用是痕迹都不着。啊，随缘是有为，妙用是无为。无为跟有为是一不是二。啊，从无为这边看是妙用，从有为那边去看是随缘。随缘妙用，啊，那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啊，圆满的神通，善巧方便。至于成佛之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候成佛？这随行人之精进早晚而已。啊，所以在极乐世界确实有人很快成佛，有人比较慢一点。那为什么呢？个人精进不一样。啊，这在极乐世界。不相同的，啊，早日精进呢，就早日成佛，是在平等中之差别也。平等有差别，成佛有早晚也。
差别中有平等，则皆当成佛。啊，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决定成佛，只是早晚不同而已。啊，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就是生到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不成佛。成佛回归自性，啊，也就是说，在十报图里面，将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啊，《华严经》上讲，十报图有41个阶级，诸位要一定要知道，平等哪来的阶级？有阶级就不平等了。啊，那么华藏海会有没有42个阶级？有，你看佛说得很清楚，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位次。那是不是真有呢？不起心不动念，还有42个位次？啊，41个位次没有。从性德上说，根本就没有。但是从现象上，真有。现象是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有浓度的不同，它真有。这个习气，古大德用酒瓶给我们做比喻，不好懂啊！啊，酒瓶盛酒的，把酒倒掉了，里面擦干净了，一滴酒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味道叫习气。那味道擦不掉啊！那怎么办呢？把瓶盖打开，放在个1年半载去闻，没有了。啊，所以十报图里面的修行叫无功用道，没法子修，就在等等你吸气的时候，哪天没有了？啊，那吸气浓厚的位置就低啊，你像这个舌柱那就很浓啊，舌行就轻一点，舌回向又轻一点，到舌地就更轻了，到等觉就一点点了，那一点点没有了，他就做佛了。佛叫妙觉啊，做佛怎么样？做佛就不住在十报图了，十报图不见了。所以十报图怎么来的？无明习气来的。有习气才有十报图，没有习气，十报图就没有了。啊，他到哪里去了？回归自性。自性是常寂光。啊，他回归到常寂光了。常寂光里头3种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那是什么？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是我们的自性。啊，完全回归自性了。啊，自性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众生有感，它有应，它有回应。啊，所以自信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你说有3种现象都没有。啊，你要说它是无的话，它起作用，它有反应。啊，反应可大了。十报图里面这些菩萨，啊，有求。
又求他们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的求，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常寂光里面的妙觉如来他知道，他会到十宝图里面现身回应嘛。啊，四圣法界里面有求，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六道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哪个里面众生有求，他自然就反应。啊，自性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啊，这是我们没办法接触到。啊，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思想想不到。啊，所以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我们阿赖耶对它也无可奈何，也远不到它。啊，这是真如啊，这是自性。这是真正的我啊！啊，佛法到最后是把真我找出来了，找到了。啊，阿赖耶是个假我，不是真的。啊，但是真妄永远离不开。啊，我们在学习，啊，现在用的是网络、卫星电视。啊，这个东西是个很好的比喻。啊，什么是真的呢？电视屏幕是真的，它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什么频道的时候它都能现。那它能现的时候就有，不现的时候就没有，没有。不现的时候也不能说它没有，它能现呐、啊。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它真有，假的幻有啊。啊，我把这个频道关闭了，什么都没有了。啊，用屏幕来代表自信，来代表常寂光。啊，用里面的色相呢，代表设法界。设法界有没有立常寂光？没有，永远在一起。啊，没有屏幕，你怎么能显出来？但是真妄一定要辨别。啊，真就是真，妄就是妄。真妄虽然融合在一起，啊，它不一样。啊，到真正圆融起来才知道了真妄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可是你得清楚，不能有一丝毫含糊，含糊那错误。你要真正切入这个境界，切入这个境界是清净平等觉圆满的得到了。啊，那么在这个境界里头确实做到了一念不生。那么一念不生的习气都没有。这是妙觉位啊。一念不生呢，还有一念不生的习气，这就是四十一个法身菩萨。他们带着有习气。啊，妙觉不带习气了，啊，这才真正真的究竟圆满呐、啊！故云：求道不修啊，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啊，盖为
求道之心精进不休，戒当作佛，绝无违摄其成佛之本愿。啊，这一句话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行，完全兑现的。啊，所以偶耶大师说得好啊，有人问他老人家，你老人家往生啊，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偶耶大师说，我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那为什么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说老实话，人人都有份。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成佛不就晚几天而已？啊，那个不在乎啊。啊，决定成佛，一个都不漏。啊，有能力提升品位好事，没有能力也是好事，只要能往生，一切都圆满。这佛法能不学吗？世间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没有了，找不到了。啊，世间人贪财越多越好，你知道贪财的果报在哪里啊？贪财的果报在魔鬼道，他将来就做鬼去了。啊，嗔恚的果报是地狱道。啊，作威作福，啊，脾气很大。地狱道去了，愚痴是畜生道，贪嗔痴感的最后的果报是三恶道啊！啊，不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就搞三恶道，这叫颠倒啊！真的颠倒。贪嗔痴这三样祸根呢？啊，这是错误到了极处啊！啊，觉悟的人应当先把它断掉，啊，把它放下，啊，那放下之后，我生活怎么办啊？你想到这些，你就不敢放下。啊，如果你也想到，哎，放下之后我就往生了，再别想明天了，哎，你就敢放下了。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真正求往生那种热情，啊，那种勇猛。啊，就要把什么呢？今天是我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每一天都这样做，最后一天去想，不要想还有明天，还有明年。你就真能放下了。啊，不再有任何留念。往生才有把握。我们每一个念头跟阿弥陀佛日现交流啊，那什么时候去他真来接引啊？那绝对不会耽误啊。啊，可是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呢，那麻烦就大了。啊，这个当中造成了障碍。啊，一点障碍都没有。
啊，这个世跟这个世间人很好处啊，为什么？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我要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要，他要名闻利养，他要我不要，好处没有利害冲突啊。啊，他要名闻利养，我也搞名闻利养冲突来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在我们心目当中，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你说这个日子多好过啊！啊，一切时一切处欢欢喜喜，啊，这就得大自在。啊，所以就是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幕后这一段，佛告阿难。啊，这是最后的嘱咐，实际上对我们讲的。啊，世尊为唤起会众的重视，故重复当即阿难之名。啊，叫着阿难就是叫着我们，阿难是我们的代表人。啊，这告诉我们，以此利益已故啊。啊，义，合情、合理、合法，真实的利益。此处利益有二义，啊，这是佛法讲的，大利益了。啊，有两个意思，一者，尽力如金刚，可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这尽力。啊，坚固的利益，这说什么？我们的愿力啊，坚固的利益了，决定求生净土，决定皈依阿弥陀佛啊，皈是回归啊，依是依靠啊，啊，我们今天只有回头啊。在这个轮回里的回头，在六道里的回头，在十法界里的回头，依靠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啊，真皈依了。啊，这个宏愿，能坏一切呢？一切世间法我不要了，我都丢掉了。啊，人间天上我都不要了。啊，十方诸佛来邀请我也不要拒绝了，我只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华藏世界不去。啊，我只要极乐世界，我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力。第二个是利益。因此法门能会许，这个会是给你啊，这个恩惠的会给你呀、啊，给你给一切众生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是帮助你成佛。要讲的现实一点，大家愿意听的，给你最大的福报。阿惟越致菩萨不是最大的福报吗？啊，给你最圆满的智慧。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什么？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到那去，马上你就享受到。啊，圆满的智慧的时候，是在那边去学习，天天听佛讲经教学啊，做佛的好学生啊，精进早晚，最后一定毕业，没有一个不毕业的，毕业就是成佛啊。你看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
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是什么？就是智慧跟福德。啊，足就是圆满，满足了，这两种都满足了，这就是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二足尊呢？啊，这个世间佛宝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佛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会于一切众生真舍之力也。盖为往生法门之义理，具体是金刚智慧。啊，故云力坚力也。同时呢，又是大慈悲之流心，普施众生真舍究竟之力。啊，所以叫力力也。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你要是真的知道了，认识清楚了，你才会下定决心。啊，真的像莲池大师一样，八万四千门法门，你们想学，你们去学，让给你们学。啊，连这个都舍掉了，何况世间法？世间名闻利养，你们想取的，你们尽量去取。与我不相干了，事出世间法全舍掉了。啊，我只有一天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我只有一个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给我感应大教啊，念兹在兹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不会叫我们失望啊！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是我们的本性。啊，是我们的灵性。啊，真实智慧，金刚般若。真实的利益，圆满的慈悲。是故，无量无数等无边世界诸佛，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这个所有功德就是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啊，他的愿兑现了，不是口说的。啊，五劫没有说小劫、中劫，那肯定就是大劫。啊，五大劫这么长的时间修行，四十八愿愿愿兑现了，所以四十八愿八愿自然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人去设计，啊，没有人工去建筑啊，自然成就。这我们能信吗？能。佛在经上常讲，智行一处，无事不办。啊，所以我从这里去想到什么？想到第六天呢？啊，第五天欲界的，欲界第五天，花落天，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啊，你看第五天的福报，心想事成，想什么？一切变化就成就了。第六天的福报更大，不要自己想，不要自己去变，自己想了，第五天变好了，供养他，送给他。啊，那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第五天，我们往生去的人是第六天。那阿弥陀佛变化不是供养我们吗？你说这个佛报多大？念佛的佛报多大？啊，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所变的供养我们呐！阿弥陀佛为什么这么干法了？啊，人家会奇怪呀！啊，
因为阿弥陀佛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体。啊，他供养我们是供养他自己。啊，所以我说了一句比喻的话了，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看我们这些往生众生，心肝宝贝呀，他能不供养吗？你不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的时候，真的是心肝宝贝呀。那你这个关系都密切啊。那换过头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呀。啊，你才会真正相信，才永远不会怀疑了。啊，去设望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啊，其明白了清楚了，这哪能不去呢？非去不可，而且越早越好。啊，可别耽误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一篇经就学习到此地啊。